你个传波。喂，嗱呢一场波唔系呢一场榜首大战咧，唔系呢一场榜首大战咧。我首先一开始不如咁啦，等我问问题啦。你咪普啊，我睇到个消息咧就话有两个球员咧就冇操练，咁啊包括咧就系新加盟嘅艾简达拿同埋龙门 Alisson。咁啊，究竟领队第一样嘢，你有冇睇到啲相反嘅消息？同埋如果真嘅话咧，惊唔惊？即系佢。如果呢两个唔出就嗱，如果 Diego 就冇咁影响就冇咁大啦，当然即系比阿力逊。当然当然，龙门。嗱，佢另一个即系高普就话佢等到听日或者今晚先决定嘛，睇下出唔出佢哋。哦 ，OK。嗱，我觉得如果同埋佢嗰个佢好得意，佢话伤咧就冇 specific， 即系唔知道系伤边度。就即系。哦，即系呢两个都讲系有伤嘅，即系真系有伤嘅。即系话佢话唔佢。但他那个伤是伤咩呢他就没说。即是话就话他们。会不会是烟幕来的有没有可能是烟幕来的我就想想有时候可能 是不是烟幕我不知道。但是就。他就话没有出去那些操即是全操。就是。他今日朝早或者即是叫做去回那个场那里操但是就不是用即系唔系操晒嗰啲跟足啦，唔系跟足啦，唔系跟足啦吓。咁、如果讲真，佢哋唔系真系大伤嘅话，佢哋唔使操噶啦。其实即系都应该哦，咁系。而家都预赛预操噶啦，一路踢都唔使点系啊，系啱。好咁啊，即系咁啊，点睇啊？今晚场波啦，主场我硬飞佬啊。系，但系另一个问题就系，如果去阿 Diego， 即系我谂住，如果两日之前阿 Diego 系叫做 fit 晒嘅话。咁啊，高普就會用啊費邊奴就打翻嗰個中堅同啊病低就喺就後哦 ，OK 翻，咁就可以用 Diego 就打嗰個第六號。咁如果佢真係話即係唔會就或者做後備啦，咁同埋興德臣傷咗嘛，又係係興德臣傷咗嘅咪叫做大即係、就是、大鑊啲咯，因為佢如果中場嘅話就。嗰、那個質素就冇咁高啊，或者即係做唔到。咦？咁要變陣噶咯喎，係咪咧？如果真係嘅話。所以啊，谂都系，如果中场我谂都系靠翻或者 Kater 啊、Wijnaldum 同埋另一个。如果所以就系、是、又系跟翻，如果唔费边奴唔用嘅话，唔用中坚嘅话，咪出翻去就 OK。但系个问题就系我最惊就系因为 Gomez 嗰个 form 就未起实，即系都系麻麻地啦，即系冇咁。系冇咁 consistent， 即系反而费边奴打咧就可能仲好过，即系稳阵啲系嘛？因为费边奴上一场你睇咧系车仔未红牌之前，去对对方嗰啲前锋啊，即系话就话费边奴慢，但系你有时你讲防守话、你唔需要咁多叫做速度，你有时如果冇速度嘅话，但系你嗰个 positioning 好啊，或者你识位置感系啦 ，tackle 啊，即系铲波啊，佢系即系真系可以啊。截到啊 ，Timo Werner 啊，對方嗰班即係車仔嗰班叫做啊快速度嘅年輕嗰啲啊 attacker 啊，咁所以如果講依一場嚟講就都係好難講啦。當即係依即係用就如果你真係嗱 ，Matty 已經傷咗噶啦，佢唔會噶啦。但係 Gomez 就有個人有速度，但係佢有時傻傻地啊，即係有時佢翻嚟又翻得，即係佢對李斯廉嗰場咧。即高密是冇伤噶嘛，应该系嘛？高密是冇伤，但系就个状态吓，同埋唔可以成日你有时靠唔到阿病低，救唔到你啊，咁咪需要自己做嘢。咁佢有时翻嚟翻得太快啊，或者即系有时佢反应冇咁快，跟住又翻嚟就会太心急咧，就俾对方即系甩一甩咧，甩一甩咧就甩咗佢啦，咁就仲大镬，我觉得。所以费边奴就喂，但系嗱，讲真，如果纯粹系，但系如果纯粹讲翻嗱，睇翻啊，如果嗱假设啦，我 assume 亨德臣真系伤咗嘅话咧，咁变咗就 Thiago 应该有机会踢正选啦。咁如果尤其是费边奴，如果真系打咗中坚嘅话，系喂，咁成个后边嗰三角，即系话比较即系中场嗰度加埋两个中坚，都冇一个系即系。快速度嗱，因為 Van Dijk 都係睇位多嘅，咁 Van Bindo 又係即係做即係主要係做 positioning 嘅。咁Thiago 亦都唔係衝刺型球員啦。咁得翻阿 Van Aydem 同埋會出邊個第三個中場？佢理論上出阿 Kater 咯嚇，因為佢冇。如果我當 Henderson 受傷，
系咯，咁变咗防守嗰度真系好好薄弱喎、啊。你觉唔觉？嗱，我假设攻中，我假设中场系 Thiago、Keita 同埋 Wijnaldum， 后边就系 Fabinho 加呢、這个啊 Van Dijk， 会唔会冇一个即系个防守嗰方面，即系嗰个硬净度？因为大佬，你哋利物浦咧系永远都系一个中场嗰度做到我都压迫，令到防守就冇咁压力大噶嘛。咁但系呢三个中场嗰、那个压迫感，是不是足够呢？尤其是 Keita 和 Thiago 两个都是比较向即叫做向前多啲喎，是不是 offensive。其实 Wijnaldum 都是的，不过比高保改造组嘅啫，改造到。但另一种看法就是即系讲翻你早两场对阿仙奴咧，阿仙奴就阿迪即系一阵间探员同唔同意？佢都是叫做稳手突击啦。阿迪达。咁佢、我想利物浦嗰个中场嗰个防守，或者佢唔系需，即系唔系话唔需要去防守，但系我谂佢如果有阿 Keita 同埋阿 Thiago 嘅话，咁可以喺中场嗰度同前三个，因为佢上两场对阿仙奴就系佢净系靠阿 Robinson 同埋阿 Arnold 啊，即系后闸啊，喺前边进攻。哦，即系两边系啦，咁佢就如果你个问题就系如果你两条线或者叫 low block 啦。咁你就咁，同埋你如果利物浦中场系冇嗰个创造性嘅话咧，就叫做制造唔到机会。咁呢一种就可能即系或者倒少少咯，睇即系嗰个风险咪。哦，明白。O K， 得。即系帮助前边三个人嗰、那个拉急就会好，可能好啲咯。所以呢场我谂觉得都系要大咩啊？大入球噶啦，如果可能，即系入好多球噶。Okay. 哦，即系多入球嘅。O K。啊。是啊，防守好。咁啊嗱，咁啊领队，喂领队啊咁睇啦，啊你即入多啲啦，要入多过人哋。咁啊，阿仙奴近排嘅状态的确系相当唔错啦。咁阿迪达亦都真系嘅，佢几场波对住啊，即啱啱呢几场加埋计埋上季嘅后半段啦，对住利物浦或者对曼城咧，都系有啲计嘅阿迪达。咁啊，探员点睇啊？阿迪达系咪如果利物浦嚟主攻，你哋就搭晒堂啱晒位啊？嗱咁啊，嗱头先回应翻咩啦，呢个领队啦，咁就中场阿 Müller 会唔会出咧 ？Müller 都几即系佢都走几多位嘅，几硬净，系啦，几硬净，系啦。嗱，我自己咁睇啦，系。